你说艾瑞克年轻有活力，跟那个死板的蒋默然完全不一样，还让我体会到了久违的恋爱的滋味。他对甜甜也好，可是没想到上个月他竟然向我求婚，这让我措手不及。其实跟老外谈恋爱我倒没什么障碍，但是你说结婚，我要跟他结婚，我还有孩子，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慎重考虑。刚好那个时候艾瑞克需要短暂回国，他邀请我跟甜甜一起去威尔士。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明年艾瑞克要回国了，到时候我必须面临两种选择，留下来还是跟他走。对移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我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那个地方适不适合甜甜的成长。我就想刚好趁这个机会我们俩去一趟看一看，如果那个地方环境也好，甜甜也喜欢，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可是没想到这次出行成了我们俩分手的最主要的原因。怎么了呢？发生什么不愉快了？原本一切都很好，艾瑞克他妈也很好，对我们也特别好，还给我们做了一大桌吃的，当地的美食，有一道菜叫威尔士兔子。啊，不接受吃兔子？是是，我也觉得吃兔子太残忍。据我了解呢，威尔士兔子就是把奶酪还有特制的酱汁涂在吐司上，不是你平常吃那兔头。你咋啥都知道？这可咋整？就是这个威尔士兔子，甜甜特别爱吃，但是没想到吃完之后她全身过敏，全身痒，把我急的。后来医生说她是奶酪过敏。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奶酪在他们那就跟咱们这的酱油醋一样，特别常见，这就不是你注意什么饮食就能避免得了的，是根本没法生活。我也不能拿甜甜的生命去冒险吧。饺子好了，大小姐，洗手吧。阿姐，我爸给我来电话了，我不吃了，我先走了。哎，哎呦我去！不是你，你想撑死我呀？进去之后听我指令，绝对不能引起顾小月的怀疑。对了，恩公，我有新的发现。回去再说。请坐，请坐，请坐。吃点什么？谁啊？他可是塔罗圈的神啊，最近超级火。他擅长占卜恋爱，好多明星都找他占卜过，听说特别特别准，就是特别难预约，可遇不可求啊。塔罗圈？嗯。你找他算过了？已经被圈粉了。嗯。老师，他被劈腿十次了，特别惨，您帮他一下好吗？
这是吉塞尔洛斯老师让我给你的。他说这张牌在感情上的解释是你在感情的世界里遇到了困惑，但是没有选择正面的解决方法。他还说什么？老师很少主动跟人占卜的，你运气真不错。他怎么哭了？掉。吉塞老师，吉塞尔洛斯，罗斯女神，我听说你很神的。其实我也是 cosplay 的爱好者，但是感情的事我从来不想问，那知道了就不刺激了，恋爱的时候就没有心跳的感觉了。塔罗不会让你做出任何的选择，但它会像朋友一样，给予你一种灵感。就比如说。你手中的这张牌，现在你的爱情正陷入一种危局呀。我挺好的，什么危局啊？你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人，是在你感情最低迷的时候。这个人给予你帮助和陪伴，其实你们两个人应该是一段好姻缘，但是逆位导致你们交流受阻。逆位导致交流受阻是什么意思啊？果然，你们两个人要么年龄上有很大的差距，要么就是社会地位相距甚远，再要么就是地理位置。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你说的没错，他在威尔士，我们俩离得特别远。这就对了，力量逆位导致了你在事业上做事果决，你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这张牌显示了你在感情上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容易做出违心的决定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吉普赛老师，吉塞尔洛斯，洛斯女神，那我该怎么办呢？先不要着急，塔罗之神，命运之轮，给你做出指引。命运之轮现在转到了你人生最低迷的时刻，也是你最重要做选择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你一定是有不得不束缚你的东西，比如你的家人，对吧？只有放开束缚，才能赢得幸福。
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在店里吗？啊，我在店里，我刚好有事也要跟你说。你给我的资料被别人偷看了。你说什么？最近注意你身边可疑的人。好，我挂了。吉塞尔·洛斯，我们分手是因为我不爱他。你明明就是放不下，要不然你做那么多调查问卷干嘛呀？还有甜甜，甜甜才是你分手的真正原因吧。你不热吗？露出你的嘴脸吧，不愧是复合大师。你认错了，我是吉普赛老师。姐，我算的真的很准。出去。疯了你来了。女神，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怎么来了？我来铲除一下内奸不行吗？我的姐，我呢是看了你的调查问卷的，不过呢我是无意当中看到的，所以不算故意刺探军情，对不对？再说了，顾小艺四处去找亲朋好友去做什么调查报告啊什么，所以这不算什么秘密哦。不用紧张，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那你来干嘛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们分手大师第一次光临我们的复合事务所指导工作，二位有何见教啊？没想到哈，嗯，这么多人挤在这个小巴掌大点的地儿办公，你也没想到是吧，刘老师？我倒是觉得还好，这里挺有生活气氛的，咱那就咱们俩太空了。对，你看看，李总上次到分手事务所指导工作，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虽然我们工作性质看上去有矛盾的地方，一个负责分手，一个复合，但本质上大家都是做情感服务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一直对立，是吧？没错，说的没错。还劝我说，不要破坏一个美满的家庭，啊，当时指的就是顾小艺还有他的前夫蒋默然，是吧？啊，一码归一码啊。我们承认呢，在蒋默然这件事呢，我们分析呢是有一点点偏差。不过呢，这一次，我真诚地请求你们放过顾小艺。李总当时能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现在我对你们有这样的请求不算坏规矩吧？这是顾小艺给我们提供的调查问卷，来，你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认为这段感情注定会成为遗憾。艾瑞克比顾小艺小8岁，一个是威尔士人，明年6月份就要回国了；另外一个是中国人，成功事业的基石完全都在国内。一个离异带小孩，一个单身，怎么才能让你们理解吗？这样，我打一个比方，在印度北部有一家动物园，动物园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呢，他们就让动物园里面的美洲狮和马戏团里面的亚洲狮进行杂交。结果狮子们大量死亡，然后呢？导演，来打比方，这个技能不太适合你。那你说怎么比喻？比如说哈，红土和黑土两种土壤结合在一起，注定生长不出来爱情的果实。就算是长出来了，也注定是苦涩。我觉着啊，
这个影响果实的成长不仅仅是土壤，还有空气、温度、阳光、水分，对不对？先天不足，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没错，我们呢已经调查过了，在欧洲国家对顾小艺这种离异带孩子的独立女性是非常欣赏的，所以她的价值观对于顾小艺是有利的呀。我觉得女神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周末，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默默，就像你看到的一样，顾小艺因为一个小小的奶酪，做出跟 Eric 分手的决定。可是这奶酪是什么呢？这奶酪代表着甜甜还有顾小艺的未来。顾小艺割舍 Eric 已经非常痛苦了，我不希望你们为了给 Eric 复合，让顾小艺的痛苦是现在的十倍、百倍、千倍。所以我真诚地说一句，这次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什么输赢了，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让他们减少痛苦。有的时候，好聚好散也是一种慈悲，不是吗？周一，谢谢你能这么开诚布公，真的。其实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而且我非常赞同。但是不管是分手还是复合，最终的结果都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再次了解 Eric， 觉得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托付终身，你觉得呢？好，那在 Eric 和顾小艺这件事上，我们就达成一致，互不影响，互不干扰，互不拆台。其实我比你们还希望艾瑞克是那个让顾小艺不留遗憾的人。你们俩可以走了。女神走了。算了。Eric， 啊，还给你，洗干净了啊。谢谢。耶，这什么情况？这是，你心情不好啊？心情非常不美丽。呦呦呦呦呦！我们这高冷女王什么时候这么体贴呀？哎，你是不是看上我们正能量小王子了？去，抽你啊！龙哥，你想多了，咱们分手大事，我不坏，我和小姨。啥？分手大事？这画风不对啊。很阴险，很毒辣，你这只女人。女人不能论知。我告诉你，你千万不会得到我的手的。什么什么？你得到他手干嘛？你是不会得手的。哦。我又检查了一遍和 Eric 的沟通记录。这还用检查啊？一看就是复合大师那帮人通知了 Eric， 让他小心我们。
你说李段？不一定非得是李段，他们那么多人呢，通风报信儿，很正常，能理解。我们不是刚刚约定了十二字准则吗？互不干扰，互不影响，互不拆台。那叫桌面上的政治，就是只能保证面上的事儿。桌子底下谁互相踹啊，互相踩啊，那能控制得住吗？再说了，你有证据吗？也是。你是怎么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的？又是直觉。用不着动用直觉，最起码的人情世故 ，OK？ 哼，人情世故不是我的强项，不过没关系。最近我也在看一些关于情商的书籍。看书学习情商，哎呀妈，我真服了你。情绪智力手册，情商它为什么比智商更重要？这些市面上这种心灵鸡汤书能看吗？这两本书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乱存的鸡汤书，非常值得学习。嗯，就是说您学有所成了呗？那倒没有，只是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其实情商呢，分为很多部分组成，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面向自己和面向他人。面向自己包括控制情绪、疏导能力，还有意志力；面向他人则是同理心，还有和谐共处的能力。其实我吧，控制能力还算可以，甚至说是非常优秀，只是在沟通和同理心上出了问题，俗称不通情理。嗯，对对对，我们管那叫不懂事儿。别看了，看什么呀？哎，拜我为师，从现在开始，我把我毕生绝学交给你。什么意思？他信不过我呀？何总，据我观察，你的情商也不高，主要体现在控制能力非常的差。哎，我居然被你说情商不高，我真有死的冲动。远的不说啊，就说上次艾瑞克已经发现咱们底细的情况下，你还要让我追车，我还以为有什么目的呢，结果就是为了跟他较劲，这完全就是一种情绪的表现，毫无意义。行，对，我情绪控制能力不佳，你呢又不懂人情世故，咱俩搭档正合适，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也不用这么沮丧，我们这个组合有我们这个组合的优势，对不对？我们都是孤家寡人，也没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所以一旦开始工作就可以全情投入，这也算叫以勤补拙吧。你是孤家寡人，情商不高。情商不高，七大姑八大姨。哎哎，去哪儿啊？今天的人怎么这么少？哎，姐，开始了。小意思，烘焙烘焙，小意思，大家好，好久不见，今天是周一，你们都睡醒了吗？哎，你往哪儿拍呢你？你不是要拍周一的吗？这不是，对。哎呀，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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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灯罩怎么没来啊？什么灯罩？你装什么傻呀？那大个儿，余光老师。哎呦。不是，能不能好好聊会儿天了？我找你说正事儿的，别打岔啊！啊，哎呀，咱们那个 A 计划失败了。失败了？嗯。你跑到我这儿来，就是告诉我 A 计划失败了，还是你们有 B 计划？那是必须的。我们分手事务所那做事多周密，为了你这计划，我们已经从阿波茨的阿佛哥一直排到了西兹。艾瑞克见没见过你们家人？还没走到那一步呢。哎哎哎，什么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走到那一步。哎呀，你就不要挑我的语病了。当然，万事皆有可能。先说我的结论啊，我觉得这个艾瑞克呢，当然那个性格是吧，有点那样，但是他对你是真心的。
我这年龄，光说真心是不是太片面了？到任何时候、任何年龄，这真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再说了，什么叫你这年龄啊？你比我大几岁啊？我还单身呢，我。你单身？我已经结婚了，我还离了婚，我还有孩子。上次你和蒋默然那个不幸福的婚姻，吃的就是什么亏？吃的就是观念的亏。哎，真是看不出来了。你说你表面上这么现代，这么开明，你骨子里怎么能那么保守呢？这么说吧，做面包、做蛋糕都要用面粉。如果用低筋面粉做面包，因为面粉的强度不够，就要加上小苏打、泡打粉之类的。姐，我这方面实在没天赋，你觉得你跟我说这我能听懂吗？我跟艾瑞克就相当于我是低筋面粉，他想吃面包。太多的文化差距，太大的习惯差异。你说谈个恋爱，我们可以忽略细节，但是婚姻就要面对具体。我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想再去磨合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冒险了。但我觉得你不应该用完成任务的心态面对爱情。大碗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别拍了吗？你不让我给你拍点那个平时的花絮吗？姐，我觉得你们俩刚刚那个对话特别好，特别富有哲理。哲理你个毛线呀！你怎么越来越不靠谱？你赶紧给我掐！掐什么呢，小易同学？嘿，东方同学，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来是告诉你一件事。后天我们公司年会，所有的甜品都是小易烘焙的。怎么样，我够意思吧？哇塞，那不要三颗油吗？那倒不用，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还跑一趟？我这不正好路过吗？哎，你这手能不能保养保养？天天想着干活，你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我晓得了，你快走吧。哎呀呀呀呀，强行弄上面粉了。哎，晚上有空吗？嗯，干嘛？看电影去啊。我约了人了。那我先走了。大碗，你怎么又拍了你？你还爬上去拍？给我下来！下来！下就下吧。这小表情啥意思啊？谁呀？什么谁啊？那帅哥谁呀、啊？哦，刚才那个就是帅哥啦，我的发小。哎呀，青梅竹马呀，怪不得呢，要甩了艾瑞克，感情兜里还藏了这手牌呢。我对他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太熟了，我还想要那种恋爱的心跳的感觉。哎呦，那半天人是一千年备胎。哎，怎么突然间我那么不平衡？为什么是我替你解决情感问题？您这挑男朋友都快挑花眼了，我呢，我花眼也是因为找不着男朋友造成。啊，打扮的那么西服革履的成功人士，切，什么成功人士？就一个体户，每天穿的西装革履像个成功人士，人家真正的成功人士就穿的很随意。行，那你的问题好解决了。如果你要真跟艾瑞克分了，你考虑考虑他呗。我跟艾瑞克跟东方没关系。我告诉你，东方再成功，在我的眼里就是那个从小拿石头砸我的那倒霉孩子。行，等未来你俩真好了，这也是一段佳话。我看行，你看行，行什么行？哎，我说你别着急把我嫁出去，行不行？别整的中国式催婚。你给我说说你那 B 计划。其实特别简单，咱不来中国式催婚，咱来一个中国式见家长。这就是你那 B 计划？嗯，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们俩还没到那一步呢吗？你在本地不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亲戚吗？就整个家族最重要那个，对你什么事儿都有发言权的舅老祖。哇塞，这你们都知道？别忘了，我是分手大师。哇塞，我要离你远点，吓死我了。
你没走？我一个孤家寡人，回去也只能是待着。你现在下班越来越没点儿了。哎，说清楚啊，这不算加班。跟贺总学东西，贺总没收我学费，就已经很感谢了。你这是怎么了的呢？进化了还是基因突变？我是认真的。我谢谢你。就怕你认真，你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最受不了。哎呀，那正好，我刚从鬼街买了点小龙虾，还有一点鸡尾酒。看在你这么勤奋的份上，要不我就犒劳犒劳你，请你吃顿饭。贺总，你要是不忍心，咱们 A 也是可以的。也行。你觉不觉得咱们事务所最近业务量有所下降？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打个广告什么的？可能这不是一个分手的季节吧。哎，这像是你说的话吗？这是歌词。我最近还学习了一些新的经典流行歌曲。还有这个，分手事务所情商提高计划。我去，就这标题就像只有智障才能想出来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很赞呢。收起来吧，你这样让人家客户看见，咱一边帮人家解决情感问题，一边咱们忙着提高情商，人家排着队骂着街都得让咱退钱，这不相当于弱智给人教奥数？我觉得咱们都要提高学习能力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呢需要聆听别人的故事，那你以后就多给我讲一讲你的感情故事。我怎么那么闲呢？再说了，我哪有那么多故事？我前半生悲催的那点感情经历不早让你挖出来了？可以反复再讲嘛。哎，关于控制你情绪的方法，我想了一想，只有他们。人间词话，唐诗三百首，纳兰词，请收下。还有一种方法，叫做音乐疗法。音乐疗法？你居然会弹琴？ Every time you're home, I know it's real. My heart once told me.How do you feel? Why I just like you told me? Why I each time you hold me? Why I because you are you. Every time I near you, stars from the sky somehow appear to shine in your eyes.Why I, they just appear to me. Why I, each time I need you. Why I, because of you. 你这整天教人感情的，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感情？我这不是没合适的吗？你妈就那望天的呀？Just like you told me, why I, each time you hold me, why I, because you are you. Eric.昨天顾小玉的直播，我想大家都看了吧。看完直播以后，我马上打给了烘焙坊的大碗，他告诉我说，这个男的叫东方向阳，家居十大民族企业向阳家居的老板，单身，没有婚史，和顾小玉是同级不同班的小学、中学同学，
更重要的，在顾小一和蒋梦然结婚之前，离婚之后，他一直在追求顾小一。Oh my god！ 标准的钻石王老五啊！我身边怎么没有这种人呢？哎呀，这半路杀出来一匹大黑马，还是个识途老马。艾克，看明白了吗？情敌，感情的抢劫犯，抢你爱人的人，大坏蛋。这小哥们还挺自信啊。我是在想，我们就通过直播里视频的这个男的，就断定向阳一定是艾瑞克的情敌。哎，咱们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老大？而且他追了顾小一那么久了，顾小一根本就不 care 他，说明顾小一觉得他连个备胎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是个废胎。我想你们都误会了，我说的并不是东方向阳是艾瑞克最大的情敌，而是艾瑞克，给你本书看。中国家庭和睦观，你给他一本中文书，他也看不懂啊。周末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东方向阳也许并不是那个潜在的敌人，但他绝对是那个敌人中的典型代表。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长辈心目中东方向阳这种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而且始终如一知根知底的年轻人才是他们的择偶标准，明白吗？如果把你跟东方向阳摆在一起，你说那些亲戚会选谁？那肯定选东方。小玉关心人的很多，但是我相信他，他心不会变。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在中国，我们婚姻的成败甚至影响了父母晚年的幸福程度，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对父母乃至整个家族的评价，这你明白吗？但是我只爱的是小易，跟亲戚没关系的。比如我来说吧，就因为曾经家人的反对和我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分开了。这个不对，你要自己做你爱的主人。是，我知道，可是我当年并没有思考这样问题的能力。可是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不懂。我带你去个地方看。去哪儿？他们在干什么？这就是中国式相亲。这里面啊，有叔叔阿姨给自己的儿子女儿找对象相亲的，也有小叔小婶给自己的这个外甥女儿啊相亲的找对象的，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给自己大宝孙大宝孙女儿找对象的，可多了，什么关系都有。我还是不太懂，全世界说人当孤独和父母没关系的，积极联合。我们在外甥孩子成年后互相爱父母，但是决定还是自己的。在威尔士啊，结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在中国，结婚是整个家族的事儿。你呢？还是不太懂。因为这人多，在一起很辛苦的。是很辛苦啊，但是却很幸福。大家彼此了解，知道对方的情况，这样也并不孤独。不孤独有很多办法，为什么要骚扰别人？不能说骚扰，顶多算是打扰，知道吗？你要跟别人说骚扰的话，很容易被暴揍一顿的。我跟你讲，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就是两国文化不同的差异，明白吗？顾小一坚持跟你分手，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西方人啊，享受独立、自由，喜欢个人空间；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喜欢热闹，彼此形成一种交织成非常复杂的关系网。当然了，也会有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人际交往上面，这样会很热闹，同时也会给彼此一种社会安全感。安全感，嗯。如果你真的要和顾小一在一起的话，你就需要融入这样的生活。我好想你，真的想你，眼睛像大风。
翻动了，看不清。